这腰子这么小，怎么吃啊？你小子不是嗓子不舒服吗？给你做碗金鱼糕。这玩意那么苦，我才不吃呢。臭小子，等着，姥姥做好了你就知道甜了。姥姥，你这怎么还加糖啊？做的什么味道？你小子不是不吃吗？待会做好了你再尝尝。姥姥，这金鱼糕我都没听过，比奶茶好喝吗？奶茶能跟姥姥再比啊？姥姥，你这看着好好吃啊！那是，喜欢的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啊！姥姥，这酸甜甜的比柚子茶好喝呢。那是，姥姥做的健康又好喝吧？姥姥，你真好，天天都给我做好吃的。